大家好，我是女魔头啊。话说咧，大佬就好中意食甜品嘅，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半个钟内咧可以完成超级简单又冧爆男朋友嘅食谱。如果你同我一样都中意整下嘢食，氹下自己另一半开心嘅话咧，记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之前咧同大佬去 staycation 嘅时候咧，偷偷地就为佢准备咗呢一个小甜品嘅，加咗自己少少嘅创意落去啦。因为其实个人本身比较懒啊，咁但系亦都想整啲靓嘅嘢，又好食嘅嘢俾佢。咁所以咧就创新发明咗呢个饺子皮蛋挞，做法非常之简单啦。出嚟嘅成品咧又靓又好食嘅，你睇下大佬个样食到劲开心，咁你就知噶啦。好啦，咁我转头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整。单纯的喜欢你，默默的守护着你，我们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距离。你难过的时候，我会。心里全部都被你占据，就这样喜欢你，就想和你在一起，我没关系，单纯的喜欢你，默默的守护着你，我们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距离，你难过的时候我会陪伴着你，心里全部都被你占据，就这样喜欢你，就想和你在一起。我欢喜，单纯的喜欢你，默默的。好吃吗？不好吃。你不要，你不要。第一个哦。对。我整啊。我想听佢嗰啲。打到口嗰啲脆啵啵嗰啲声，冇咯，对，系咪好简单呢？快啲跟住我一齐整啦，跟住记得留言俾我，同埋 share 俾你啲 friend 啊，拜拜。